Hello， 我现在在松山饶河夜市的旁边，然后我要去吃一家伊朗料理。那家餐厅叫做1001夜厨房，全部都没吃过，就是全部来体验看看。它应该叫中东波斯料理，但我 Google 上查好像是这个料理，它可能也会跟希腊或地中海有点像这样。刚到了，我今天是订那个1:30的位置，对，然后用餐时间105分钟，好妙，对，105分钟，然后他是吃到饱，对，那我就去看他有什么好料的吧。咖啡打开，好，我先夹了沙拉，先吃他的，这好像鸡肉沙拉吧。我觉得它那个蒜香优格酱还蛮好吃的，不是这个，哦，没拿到，应该是鸡肉。哦，你放在那边好鸡桶。很挤 on 的那个。这鹰扁豆吃起来咸咸，对啊，这不就是什么味道？因为它的鹰嘴豆泥吗？对对，鹰嘴豆泥，甜咸的，蔬菜炖羊肉。想尝试吗？当时要下车，它也很好吃，但是味道蛮特别，但羊肉没有到很腥。好，现在吃它的羊小排，还有包杏鲍菇。羊小排炒杏鲍菇。它好像有皮耶。这个羊肉的味道比较重一点，对，这个比较。这个是番红花果汁。我觉得它的百香果的味道比较重，番红花的味道还好。对，但因为我不知道番红花是什么味道，所以就那蛮好喝的啦，对吧？然后来吃看看它的炒饭。其实我觉得它的那个番红花饭呢，这个番红花饭配上上面那个牛肉咖喱还蛮好吃的。对，应该是我今天这一轮最喜欢的料理。我觉得蛮吃的，对啊，就当过好喝。有点印度饭的感觉，对，印度香米饭的感觉。炒饭感觉就是比较一般，但是那个番红花饭配牛肉咖喱，赞。啊，而且打的话，这个打字，然后加这个中东味的那个风味好明显，鹰嘴豆的内馅。它旁边有一个片，有个蛋，有个蛋，然后有多一个可乐雪碧，感觉有点腻。还有一个。有三个朋友在上面。好像一个是番红花鸡肉，然后有一个是忘了。对，因为这个不好吃，真的吗？鲑鱼很好吃，我觉得鲑鱼还不错。然后它那个炸鱼好油，油，对，你就这个很油，对不对？超油的，那是鱼。那边是鸡饭，那边是对。它炸鱼太油了，它的虾子是我帮你剥过，但是，是吗？没有，只有头一件而已。去头去尾。蛮新鲜的，还不错，
网络上还说什么这家有被什么清真寺认可的餐厅，就可能蛮道地之类的。他拿来鹰嘴豆哦，好酷哦！而且我觉得鹰嘴豆好腻哦。对啊，我吃不太习惯。你感觉你吃虾子啊、鲑鱼啊，应该就可以吃回本的，因为它是吃到饱的。对，那它的菜色没有到很多啦，我觉得已经够了。因为我现在吃两三方，有点饱。它的那个水果啊，切的超大，很像家里妈妈切的那样。哎、欸，咸优格。嗯。要小心。里面有什么？香草，香草酱料。看看看。哦。大家一点都一样。它有迷迭香的味道，哎、欸，好咸哦。昨天，然后就是那个大红葱那个冰淇淋。看它会不会又是用那个百香果冲味道，那是百香果的味道，对吧、啊？哦，没有那么。哦，这个有番红花的味道，哎，嗯，比较有番红花的，对对对，香香的味道，甜甜，一点点辣辣，好像有放些果干。跟姜的样子，那有点辣辣，很好吃哎、欸，这很解腻。现在是甜点时间，走。他这边有包包、跟泥跟椰子酥。先吃雪花糕好了。这是椰子酥吧？椰子味好重，好椰哦，非常椰子哎！会不会每个都是椰子的味道？应该每个都是椰子的味道了。而且我刚现在在接近，然后我说接近，我就刚说我要睡觉，先睡吧。太重。推不开，推不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现在太重了，哦，它是拉的，哦，